其实我们运营啊和开展工作呢时间不长，但是呢发展的还是挺快的，因为我感觉到就是业界的人士呢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平台，所以呢我可以说主动找到我们的人是非常多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不要让大家走弯路，如果能够在在开店之前做好市场调研，然后看看我们这个口味和品类到底是适合年轻人啊、老年人啊、新移民、老移民啊。据悉，大鱼餐饮学院首次课程师资强大，不仅内容丰富有深度，还将安排难能可贵的实践和参访课程。那我们希望呢通过20个不同的模组，那么能够把我们的新的餐饮人或者希望提升的餐饮人通过20个模组的学习，把 A 和 A 到 Z 就完全能够了解到。